你回来了，你以为会有惊喜吗？ 想看到你女神的身影吗？ 没门，太晚了，下次请赶早。哎，行了，回卧室洗洗睡吧，我玩不下去了。 风挺大的，你们出门注意安全啊！我一会儿就到公司。好，拜拜。<笑>干嘛呢？帅吗？帅，你喜不喜欢？喜欢，穿上心爱的人送我的衣服去上班，心情都不一样。那就一起去上班吧。嗯，哎呦，嗯，走吧，走吧。嗯，师叔呢？ 吃饭了吗？宋总，宋总，我们去那边聊吧。啊。 苏总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情过来打球啊？你这是临危不乱的大将风范。你就别笑话我。公司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事情，很乱，我不自己找点乐趣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你说对吧，苏总？也是，糟心的事太多了。 哎，我听说你楼盘那边出问题了，贷款下不来，消息真快。没错，树敌太多呗，这种时候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，泄露客户隐私的根源找不到，失去信任度，意料之中。宋总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？ 我们公司新研发的这个软件呢，最近呢是频频受到黑客攻击。你干的吧？在这种时候，出于防御性，是可以理解的，对吧？至于伤害到谁，我可管不了，对不住啊。理解，还好。 还好，我们的防火墙抵御住了这次黑客攻击。宋总，你今天来，不会是看我笑话来的吧？哼，我们公司的这个防火墙啊，现在已经申请了专利。
卖给你吧。你的意思，你要帮我？为什么？也不算是帮你吧，那周放还在你们公司吗？你们公司要是倒了，那不也耽误他的前途吗？还有就是万丰啊，创品网，那都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，我也舍不得看他们倒了。哎，我有个想法啊，如果我们两个一起把在线十一这个业务做大做强，那真是一件好事啊，那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好事啊。我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先说声谢谢。很可笑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你当作敌人，也许是因为你太强了，也许是我执念太重，没想到最后帮我的还是你。其实我身边朋友挺多的，但没想到我一出事儿，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我这还没倒呢，谢谢你。请别谢我了，现在这个世界只要你做事儿，那就一定有竞争对手，就一定有敌人。今天就算没有你，那还会有其他人，一样，没有我，你也会有别的敌人。反倒，我得谢谢你啊！这么多年了，你对我也算是不离不弃了吧？给了我很多压力，但是同时也给了我很多动力。我们两个这层关系怎么说呢？与其说他是敌人，不如说是非常珍贵的对手。谢谢。这我可干不了啊。